这里是由作业帮直播课独家冠名播出的神奇的汉字，名师有大招，解题更高效。作业帮直播课，神奇的汉字，下节更精彩。作业帮直播课，神奇的汉字，现在继续。这里是由作业帮直播课独家冠名播出的神奇的汉字，名师有大招，解题更高效。名师有大招，解题更高效。作业帮直播课提醒您，前情回顾。昨夜，博物馆男孩李超凡状态大热。我选四，回答正确。我选二，正确。我选一，正确。祝贺超凡！大比分击退最狠新生刘嘉森，更主动挑战最强擂主李浩源。今天还是想请教请教浩源，浩源。如果要挑，就要挑一个我心目中强的人。哇哇！它指的是一种怪物，回头客、座上客、蟾宫客，枉费心机。回答正确，遗憾惜败。祝贺浩源守住了自己擂主的位置。但超凡于事不减，打败最稳新生李佳杰。祝贺超凡，周间冠军即将诞生，到底谁能笑到最后？欢迎各位，这里是由作业帮直播课独家冠名播出的神奇的汉字第二季，名师有大招，解题更高效，作业帮累计用户超8亿。我是何炅，那我身边是我们本期的两位新生举荐官，我们的陈学冬、彭昱畅，还有我们两位熟悉的专家老师，我们的立波老师、王磊老师。好，两位做好准备，第一题。梗字常出现在综艺节目中，下列哪个字是它的正确写法？两位做好准备，请抢答。来，超凡，我选二。回答是否正确？回答正确。对，因为这个是天津的方言，我身边就有天津的朋友，他们就有一种神奇的魔力，就是你不关心他说的内容是什么，你就是想听他说话，非常的，我们北方有话就非常哏儿，哎，非常有幽默感的，很有感染力啊。两位，1-0，下一题。慈禧太后一直都被称为老佛爷，请问老佛爷最初是用来称呼谁的？一，厉害的小偷；二，清朝的皇帝；三，寺院的住持；四，年长的长辈，还有叫老爷子的，也是这样。两位做好准备，请抢答。好，林毅。嗯，这个题的话，我会选二，清朝的皇帝。然后他的这个意思是这个佛爷和吉祥的意思，所以说清朝的皇帝呢是被称作老佛爷，而且不只是慈禧太后，应当是清朝的皇帝都被称为老佛爷。回答是否正确？回答正确。1-1。那我想问一下灵异，那在清朝以前对皇帝还有什么别称？我相信你一定能说出来。对，宋代应该是叫官家。对，然后明代应该是叫老爷。对对，再早的可能就不太清楚了。还有很多大家呀，李普国传啊，大家但坐宫中，对吧？外事听老奴处决，还有圣人，圣啊，对吧？至尊，唐代是圣人。对，好，1-1，紧张刺激啊！下一题，来，两位做好准备。此题为手写题，下图为木字的甲骨文，请在木上各加上一短横，分别形成本、朱、墨三字的甲骨文。就一个上面，一个下边，一个中间吗？两位请写。两位请停笔，手放在抢答器上，做好准备，请抢答。好，超凡抢到了，我们看一下超凡的答案。我有看王磊老师的直播，直播里面就有这个知识点。本，它是指植物的根茎的部分，所以它会有一短横在这个木的下面指示。然后株好像它本意是一种赤心木，就是指这个木头的中心是红色的，所以它会把这个指示符号放在木头的中间的这个位置。墨，本墨，它刚好是相对的。回答是否正确？回答正确。
如果是我，我肯定会这么写，就这，因为你肯定一上一下，中间是中间。哎呀，好吧，现在2-1，超凡领先，林毅加油，下一题。哎，我给林毅。好，林毅，你直接答这一题来。请问，以下哪个成语里没有包含官职名称？一、博士买驴；二、司空见惯；三、白衣秀士；四、司马青山。司马青山很明显，江州司马，青山师。请回答。这个我应该会选三，白衣秀士，因为一博士买驴，博士今天听起来是一个学位，但在当时是五经博士，然后司空和司马应该都是当时的官职，所以说我选三，白衣秀士。回答是否正确？回答正确。林毅本身就是博士嘛，对吧？博士在读，在读，在读。好的，你会成功的。这个博士其实还可以指就是某一个领域特别专业、特别擅长的人，比如宋代的凉茶酒博士，其实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卖茶和卖酒的服务人员，但是他这个功夫水平很高，所以称呼他为博士。啊，下面2-2平。哇，再点了。两位，请看题。人们常用再接再厉为他人加油打气，请问该词最初是形容什么场景的？一、斗鸡；二、赛马；三、拔河；四、摔跤。我现在有点紧张。两位做好准备，请抢答。好，超凡，哦，超快啊，来。哇，出自斗鸡。它这个力本来是指磨刀石的意思，然后它在这里再接再厉，接就是他们原来在斗鸡的时候要交战的时候要把那个鸡的嘴鸡的喙要再磨得再锋利一些，所以是一斗鸡。回答是否正确？回答正确。好，祝贺超凡。苗哥输在手速上了。苗毅很棒啊，拿到了2分，2-3，超凡守住了自己的位置。苗毅可以稍微休息一下，好样的，来，掌声给他。下面的白来了啊，紧张吗？超凡刚才一直说我留留你，但是我这一次不会手下留情，来吧。都这么绵里藏针吗？现在。好，来。我们知道鹏鹏还有一次举旗权，他到底会继续支持超凡还是会支持白安呢？我们来看第一题。此题为连线题，请将下列代称与对应的事物进行连线。糟糠是就是酒吧，嗯，对。好，时间到，两位请停笔，手放抢答器上做好准备。来，两位请抢答。好，超凡，先看超凡的回答。当时谷物成熟的这样一个他们的一个季节，秋季成熟之后冬季这样一个季节来酿酒的话，可能酒会不会它酿出来也就是在春季，所以会把春和酒连在一起。好，这个回答是否正确？回答正确。你们还提到糟糠，可能就是讲的酿酒，但你要注意后面有个糟糠是，对，它实际上指的是吃猪嘛，吃这个糟糠。然后这个华胥呢，就是这个讲的皇帝的故事嘛，就是那个华胥梦嘛，是吧？然后这个春呢，因为唐代以后的这个酒一般都用春来表，比如剑南春啊什么什么的。好，那么祝贺超凡回答正确。好，百安状态回来啊，下一题。硬核常被用来形容很厉害的事物，请问它最初表示什么？一、强节奏音乐；二、硬汉的谐音；三、坚硬的兵器；四、坚果类零食。我觉得是坚果类。两位做好准备，请抢答。好，来吧，来。终于到我了，来吧。来了。硬核啊，它其实不是，应该不是一个这个中国古有的一个词。硬核它应该是来自于国外，然后的话呢，它是一种强节奏的音乐，是 hardcore， 所以它应该是一强节奏音乐。
他答题风格变了，他好像读过书了，他不再只是有生活常识。在听他讲解后面几个的时候，他可能就这次很坚定的只把一说出来了。这个之前他都是先讲解别的嘛。我们看一看二、啊。不用了，真的不用了。来，我们看一下一是否正确。回答，正确。好，漂亮，一比一平。好，我觉得非常高兴，是看到我们汉字新生都在进步，都在成长。好，我们看下一题。拔得头筹其实并非是比赛夺得冠军的意思，请问它实际指什么？一，打破比赛记录；二，第一个完成竞赛；三，取得第一个出场比赛资格；四，多局比赛中第一局获得胜利。好，两位做好准备啊，请抢答。主板，怎么老给自己加油？来，真的是这个风格的吗？你是不是没有跟他？我没有对过糖，没有。今天见识一下。拔得头筹啊，我们得先把这个得和头给它去掉。拔筹，拔筹是什么呢？拔筹就是抽签。抽签啊，就是古人会把那个筹，就是它是像那种小竹签，放在手中，然后上面是平的，下面是不平齐的，那么我们就抽出来，比如说我抽到最长的或者抽到最短的，就去做某一件事情，所以这个是拔筹。那么这一题按照同样的思路就可以答出的是取得第一个出场比赛的资格。他刚刚说了什么？你鼓掌鼓得这么厉害？你鼓掌的原因是觉得他靠谱是吗？考虑考虑。回答是否正确？回答正确。好，二比一，下一题来了。康庄大道常用来比喻美好光明的前途，请问康庄最初指的是什么？一，村庄的名称；二，富裕的村庄；三，道路的名称；四，道路的类型。请抢答。朱白抢到了。四答谓之渠，五答谓之康，六答谓之庄，所以这一题的答案应该是四，道路的类型。回答是否正确？回答正确。祝贺朱板，他居然是板哦！我听到了心碎的声音，好厉害啊，板，真的，你真的有好大的进步啊！来，我们掌声给他。好，我们首先恭喜呢，我们百安站到了最后，他将确定成为我们周间新生突围赛的冠军，同时呢也会成为我们周末的强力赛的固定成员。那么下面我们的队伍要如何组织呢？就要请我们的两位新生举荐官花生队长，我们请东东和鹏鹏坐到二号位和三号位去抢答了，好不好？加油。怎么赛制天天变，就我们这个环节不变呢？这是最精彩的环节，怎么会变？好，我们也请所有的选手站上我们的主舞台。东东又坐到了熟悉的位置，状态 OK。 鹏鹏会紧张吗？其实还好，这次这一季不用翻下去吗？那还好。哎，你要说翻下去，我真的觉得好像是上辈子的事情，好多年前了的感觉啊。好，两位先看题，然后来抢答啊。来，请根据提示填入只含有一个数字的成语，使等式成立。例：一帆风顺加六神无主等于七窍生烟。考成语，其实就是写三个成语。请抢答。好，鹏鹏抢到了，来。三阳开泰，五福临门，八面玲珑。回答是否正确？回答正确。哎呀，啊，因为其实是这样的，我们经常在向往的时候经常在蘑菇里玩成语接龙。好，那这一轮鹏鹏先来挑一个人，然后东东来挑一个人。先向您吧。就像您来到成队，嘉森。好，刘嘉森来到了绿队。好，两位，第二题，请看题。以下是汉字们的聊天记录，请根据例题猜出他们分别是跟谁在聊天。例：天对夫说：“不错啊，终于出头了。”请问，丙对谁说的？姐妹，你啥时候脱单的？
什么意思？没看懂。手环藏在膝上。我没看懂哎。哥，你这真没看懂。请抢答。好，又是鹏鹏。哥，你真的没看懂吗？脱单再来一个人吗？两个人不就脱单了吗？答案是两。两。回答是否正确？回答正确。这个意思啊，我没看懂。就是东东还在审题阶段。鹏鹏，下面你要选谁？超凡。超凡加入到成队。佳杰。好，李佳杰。两边还有最后一位，两位做好准备，请看下一题。此题为视频题，请观看以下视频。南屏晚钟。森林它一丛丛，我找不到它的行踪，只听见了南屏钟。请根据歌中所唱推断所歌唱的城市是哪里。请抢答。好，东东来，我告诉你，东边，离你家不远，离温州很近。对。只听见了南屏钟。应该叫南屏吧？应该叫南屏吧？一般钟都建在什么上面？楼上面啊。对，楼建在什么上面？什么地貌上？楼建在山上。对呀、啊，南屏什么？南屏晚钟啊，我知道。南屏山。净慈寺，西湖十景之九啊，杭州。好，祝贺东东，可以先选自己的队员。你们俩那个成对的，让开，让开点。被嫌弃了，不要挡着我的视线。可以考虑一下女生。玉卓啊，玉卓，确定了哈？没有。啊，我是啊，玉卓啊。然后嘞？灵异啊，确定了吗？没有。是要把每个人都点一遍吗？一维啊。啊，果然。确定了吗？没有。我们就这么随意吗？是啊。啊，好。你有想选的吗？你先说你想选谁。哎，那我肯定不能说呀。你先说一下吧。你先说一下，我们刚刚本来说了那个，我想选灵异的。哦、好，那就灵异吧。这是什么逻辑、啊、东东确定了啊，苗灵异确定了。好，那我就玉珠。好，那玉珠、来，玉珠又来了。来，你们俩换一下，换个位置。灵异给你吧，玉珠来我这儿吧，同意吗？哥，你是太草率了。朋友们，一个非常严肃的紧张的环节被两个队长玩得一塌糊涂。被一个队长玩的。对对。好，我们也谢谢其他的我们的新生们非常精彩的表现，辛苦你们。下面百安要去选到哪一队呢？就是怎么说呢，成队真的已经呆出感情了。但是呢，我看到大宝去到绿队就上了精英阁，有一点心动，但是我最终还是觉得人呐、啊、不能忘本呢、啊、我还是选成队吧。好，白安选择了成队，也就是说鹏鹏要在成队的三个队员当中要请一位先去休息。你看啊，我要把灵异还给你了，你这要把灵异请下去啊，就不是人了。哇塞，我的天哪！啊，超凡啊，刚刚这么厉害，杀了那么多的选手，把他们推下台啊。这里吉祥宁又是一个擂主，到了你的成队，擂主被劈下来了，看你怎么选择啊？怎么办呢？哎呀，还是玉桌还给你，借你用用。那就真的，不，哎，还是忍痛
忍痛忍痛忍痛，对不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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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谢谢林毅，谢谢。好，现在白安来到了成队，那么双方现在队伍已经组成了，那么请换上你们的周末的队服，进入到备战间，开始你们的备战时刻。恭喜两队成功晋级本周周末赛，下面进入备战时刻。接下来公布本周备战时刻的挑战项目诗情画意，本环节由两位队长轮流出题，队长将在画板上通过画画呈现出一句古诗，两队队员通过观察队长作画过程猜出该诗句，可随时抢答，正确答出完整诗句得一分，答错则接受喷气惩罚，队长继续作画直到一队得分。请陈学冬根据诗句做出第一幅画。绿色的竹子啊，啊，一节一节。嗯，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回答错误。答答答答答答，就说唱就说答。未出土已有节，吉林音人虚心。回答错误。这个太冷门了，肯定不是这样的。啊，还有花竹。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回答正确。你还能说出这首诗里的其他诗句吗？这个是苏轼的《惠崇春江晚景》，这是前两句，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童欲上时。那他很棒棒哟。请彭昱畅根据诗句做第二幅画。抱着一个小人，两个小人，他们在干什么呢？吹气吗？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回答错误。这是只，这只马。这是马吗？这是床吗？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回答错误。那个圆的是石榴。给出一个提示，是一种水果。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包莲蓬。回答错误。杜牧的《过华清宫》，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回答正确。这是荔枝吗？这是荔枝吗？他这个笑你也得是妃子笑，怎么是个和尚笑呢？请陈学冬根据诗句来做第三幅画。又在笑。他在一骑红尘妃子笑。应该不对吧。鹿。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惟有嘉宾鼓瑟吹笙。回答正确。请问你是如何猜出来的？因为画了一只鹿，关于鹿的诗句没有特别多，然后后面出现了苹，就一个苹果，很简单。哦。请彭昱畅根据诗句做第四幅画。太阳。榴莲。嗯。月亮。
榴莲和香蕉。好。日月。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回答。正确。熟悉我的风格就好了，真的真的。还是有默契了，对不对？请陈学冬根据诗句做第五幅画。麻将。它这数字有没有寓意啊？六，六个一行。三六一十八了，三行六。砖。西北有高楼，上雨浮云起。回答错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回答正确。请问你是如何猜出来的？就是我看到这个楼的时候，我就想古代应该不会有那么大的楼，所以古诗里面有那么大的楼的应该就是安得广厦千万间。请彭昱畅根据诗句做第六幅画。面条。什么东西啊？这什么？呼。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回答错误。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回答错误。玩手机。画得太细致了，这茶耳不用画，普洱不用画。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回答错误。提示一，这是一首词。提示二，这首词是一位女词人写的。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回答错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回答正确。三杯两盏，两盏那是盏，真的得习惯，是真的行。请彭昱畅根据诗句做第七幅画。是床。这个人也太小了，是个多大的床？巨床。有没有什么巨型床的一个诗？床夜来梦里，梦里是在梦什么？蝴蝶。方寸下的庄生小梦迷蝴蝶，望帝春心偷杜鹃锦瑟夜。庄生小梦迷蝴蝶，望帝春心偷杜鹃，李商隐的锦瑟。回答正确。还不错，最后一句我忘了。备战时刻，成绿两队最终比分为4-3，恭喜成队备战时刻成功，你们将在周末赛获得一次举旗权，期待大家周末赛的精彩表现。上微博参与神奇的汉字节目讨论，边看边聊，一起来解读汉字的魅力，请大家期待下期选手的精彩表现。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呢，可以下载作业帮直播课来抢报神奇的汉字同款课程，我们下期再见。